谢你爸妈当作你是阮的生命，追求好的名声，感谢你才听阮写阮的心歌。听人讲吼，这个吼，咱的所谓神尊吼，拢是用一千年的樟木啊、樟木。我甲大家介绍好的，咱这间圣庙殿吼，是自民国八十年咱开始起，起到民国八十九年。啊，咱圣庙殿内底有供奉咱五尊的神尊，是，请讲。咱的殿殿就是咱天上圣庙，是，咱有七朝七寸。过来，咱两边吼。有咱文昌帝君甲关圣帝君是五朝八尊，佮上两边甲后边，咱有神龙大帝甲咱陈将军，即有五朝一尊。哦，这五尊神尊是咱用一丛千年的樟木樟树去甲雕刻个。听讲，迄阵啊，伊的直径有180公分。哎呦，哇，足大丛的吼，足大丛的，不足大块的，哦，所以才来雕。那这是咱的特色，哦，咱的这五尊神尊是共一丛樟木来雕的，哦，应该是咱台湾应该是少有的，咱袂使讲讲无，哦，应该是少有的，是非常的珍贵，哇，是安尼好。真正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哦，将来呢看到咱的节目哦，拢会来咱家哦，宏远的破天荒拜拜。啊，今天呢，阿咱呢哦，这个文清大哥来给咱点一首歌，甲大家分享一下。哦，咱来即马来点首感谢，即感谢你少年啊，什么人？拄好我也要唱，拄好你也要，拄好我也要唱。好来，好来，我来，继续我来，总有来拍拍鼓的者来。阮的过去有你在身边，惊阮寒，惊阮无伴，不管落雨也好天。妈妈，你对阮的关心，阮像海水深深陪伴阮一生。想起你，想起彼当时，后生强要滴。对阮牺牲一切，点点付出拢无讲起。妈妈，你对阮的支持，陪伴着阮行到海角甲天边，你是阮的天。予阮感谢你，妈妈，我会跟你的脚步来行。甲你相依相偎，用阮的双手予你看，予阮感谢你，妈妈，当作你是阮的生命，追求好的名声，感谢你才听阮写阮的心歌。感谢唱歌好嘛听啊，吼！感谢，真好听。哎，我唔知你这么唱歌呢？哈？哎，这么唱歌？我来过了边啊嘞。我知，我无注意啊。